要等到五百年之后，五百年之后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，大家都好熟噶，系嘛？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做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嗱，如果你冇睇过旧约咧，你唔明白佢讲嘅啲咩噶？你以为佢讲咩？只只字都识噶，系嘛？你都同我哋讲，喂，你同我都有罪咁，于是你要需要有一个救主帮我哋救出嚟。我哋可以同佢讲，我哋可以讲个四律，乜乜都得嘅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马太是一个以色列人，他讲的一个 much bigger things，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， 他讲的但以理等到死他们都等待的事情，就是有个君王要来，上帝国他要临在，而这个君王会为我们解决罪恶的问题。这个君王不像大卫，这个君王是大卫之子，但是他超越大卫，他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这个君王怎样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？ How？ 我要带你回去看《歧视双胞胎》。《歧视双胞胎》，请我先告诉你们，如果你看但以理书整本书，你会发觉这两个故事是胞胎的。不过如果你看的范围不单止是但以理书，如果你 OIA 不是只是但以理书，如果你 OIA 整本圣经的时候，他发现原来狮子坑的故事有另外一个双胞胎，另外一个故事跟狮子坑的样子是完全一样的。是什么故事呢？竟然是主耶稣基督的受洗复活。不是我说的，正经学者讲的。点解呢？一样道理嘅啫。你睇翻佢成个脉络，你睇翻佢成个故事，完全呢两个故事系孖公仔嚟嘅。但以理点解俾人屈？系因为佢超乎咗佢嘅同辈。耶稣点解俾人屈？因为佢超乎咗嗰啲法利赛人。两个人都系无过，人哋要去揾佢哋嘅把柄，跟住告佢哋为叛乱者。跟住都有人想將佢哋釋放，而佢哋兩個都信靠神，兩個都被抌喺坑中，有石頭封閉住嗰個坑。兩個都係早晨出嚟，兩個都出坑得到權柄。個分別喺邊度啊？但以理真係冇事噶嘛？耶穌要死而我唔知道你有冇讀聖經嘅時候有冇一個咁嘅感覺？有時讀聖經咧，就唔係淨係睇個故事嘅。嗱，譬如呢幅畫咁，你見到咩啊？有隻鹿啦，你見到幾多隻鹿咧？呢只細鹿就盲嘅都見到啦，係嘛？但係後邊仲有一隻啊嘛。睇聖經嘅時候，好多時候都係咁講嘅。我哋喺度釒住喺度睇我哋眼前嗰個故事。我们看不到故事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故事。上帝不是要我们看但以理，上帝不是要我们看前面那只鹿，上帝要我们有一个更伟大的故事，而所有小的故事都是指向那个更伟大的故事。他要生一个儿子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耶稣就是 God saves， right？ 上帝是我们的拯救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如何？通过他的十字架与空坟墓，上帝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奇书、奇人、奇事，最后奇幻。当你去看但以理书一至十二章的时候，你发觉里面很多异象，对，很多 visions。第一章是整本书的序幕，是介绍上帝的子民被掳巴比伦。一去到第二章，一开始有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重要的异象。咁當然咧，冇人知道點解，或者大家都喺度爭論咩解咧？有個咩金頭啊，即係silver 嘅身啊，跟住有個 bronze 啊，跟住有 iron 啊，咁樣啦，係嘛？跟住上面有天上有嚿石頭咁頂落嚟，將佢冧曬。嗱，我唔知道你點去明白呢啲咁嘅異象，但係好簡單嘅啫。其實我哋攞到個中心點就得。個中心點係咩咧？列國傾覆神國來臨嘅異象。有一天，
所有的事都要过去。我甚至我哋应用埋 Apple 会过去 ，Microsoft 会过去 ，Google 会过去 ，Facebook 会过去 ，Instagram 会过去，一切都要过去。啲所有 company 都好 young 嘅啫，挨唔到好耐嘅啫。呢一切都要过去，但系有一样嘢永远唔会过去嘅，而家要传到永远系咩？上帝国，成本书问紧你 ，What are you living for？ 你要为乜嘢活？净系一样嘢 worth living for 嘅啫。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. Okay. 嗱，如果你睇到第二章，我哋系咁嘅。后边咧七至十二章咧，其实又系一大堆异象嚟嘅。Okay. 嗱，有神学家话俾我哋知咧，第一章唔系第二章咧系一个大异象，而后边咧系装住咗四个小异象。但系呢个四个小异象基本上系将第一个大异象咧系放大咗 ，magnify 咗嘅。嗱，咁当然咧，如果你去睇但以理书嘅。研究歷史，你發覺咧有啲人咧黐咗線嘅，即係佢好中意講末世，咁跟住咧逐隻嗰只獸係乜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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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嗱，我對呢樣嘢完全冇興趣，我亦都覺得我又唔識係嘛，我對啲動物有敏感嘅，唔得嘅。但係個中心嘅思想係乜嘢？個中心思想唔係叫你追住電視、追住報紙睇下。究竟乜嘢實現緊？乜嘢實現緊？個中心思想係好簡單嘅啫，就係列國傾覆神國來臨嘅異象，係咁簡單嘅啫。啊，而家繼續睇咯。喺呢個列國傾覆神國來臨異象嘅三文字裏邊，佢包咗啲咩咧？烈火窯、獅子坑，我將佢歸納為逼迫中嘅中心見證，得唔得？你睇唔睇到佢個構佢成個 structure 係做緊啲乜嘢？喺呢個時代，喺當時嘅時代，上帝國臨嚟嘅時候，你要喺逼迫當中做見證。嗱，如果你去睇但以理嘅中心思想，人哋話咧係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， 天國嘅來臨。另外一個 support 就係當天國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，你一定會有一樣嘢就係 the conflict of two kingdoms， 兩個國度嘅衝突。而在兩個國度衝突的當中呢，有四件事情會發生的。第一，上帝的子民會為他作見證。第二，在他們作見證的當中，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信的不信的人被審判，信的人被拯救，而在他們見證的當中，他們會遭受逼迫。這個是但以理書，如果你去畫一些公仔，你想想你 plot 的時候，他講這四樣東西的。好，我現在再跟你講呢四樣嘢咧，其實係一個 preview 嚟嘅，因為真正嘅天國來臨咧，就不在於但以理嘅時代，係耶穌基督嚟嘅時代。耶穌基督嚟嘅時候，我哋而家活喺耶穌基督第一次同第二次來臨嘅當中，上帝國已經來了，但還未來 ，already and not yet 嘅當中，你會發生啲咩事咧？咪就係呢四樣嘢咯 ，the conflict of two kingdoms， 見證、審判、拯救、逼迫。呢四點基本上係啟示錄嗰四點嚟嘅，所以你可以話啟示錄係但以理書嘅新約版本。我想繼續帶你睇呢個 structure，A B C C B A 係嘛 ？A 上帝天國來臨嘅異象，最後 A prime 亦都係中間講咗佢嘅逼迫嘅見證。你睇埋中間係講，仲有詩咧好得意嘅，詩係講緊咩咧？尼布甲尼撒被審判嘅異象。如果你有得閒，你翻去睇第四章、第五章係講傲慢嘅白沙散佢被審判嘅異象。如果你排一排咁樣咧，你開始睇到啦，佢係做緊咩咧？係個三文治嚟嘅，即係你出去買七十一嗰啲三文治啊，係咪兩件嘅？而每一件咧有個中心。而前後都有另外一個麵包夾住佢，兩個都係異象，你睇唔睇到嗰啲所有嘅異象啊？彷彿話俾我哋知呢啲人，但以理同佢三個朋友點解會有能力、有 power、有勇氣去見證？個原因係咩話？因為嗰啲異象咯，睇唔睇到啊？係嗰啲異象咧，係 empower 咗佢哋，係加油站嚟嘅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但以理是一个怎样的年轻人。当然我们通常会想象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公务员，他当然很勤奋上进，
佢梗係每天即係熟讀嗰啲乜乜乜咁，又跟住乜都做曬。有冇諗過但以理其實係一個完全脱離呢個世界、一啲都唔到地嘅後生仔？我太太以前咧有一個表弟，佢話佢表弟細個嘅時候咧，即係你同佢傾偈，佢係當你冇到嘅。但是你一問他一樣嘢，他的 comic book 嗰啲漫畫世界咧，佢突然間擲醒咗，跟住係咁同你講，佢話佢哋啲大人咧好驚佢，因為佢覺得咧，你同佢講現實生活嘅嘢咧，佢係完全冇反應嘅。但你一同佢講 comic book 裏邊啲 X-Men 嗰啲咧，佢覺得嗰啲嘢全部都係真嘅。所以佢大過咗，佢而家就幫人寫 game， 好開心嘅。就是投入在那個世界裡，有沒有想過但以理是一個這樣的小孩？他完全不貼地的，他活在另一個世界裡面，他將自己的思想完全浸淫在另一個世界裡面，包括他以前牧師跟他說過的東西，天國的來臨，這件事給他 great power， 在他當時做一個榮耀的見證。大概一年前咧，香港咧好流行，大家做 Pokemon 嘅係嘛？一年前啲人個個揦住個手機係咪喺度撞人係咪？即係佢跟住個 Pokemon， 其實係兩個 reality 嘅 overlapping 係嘛？佢個人喺邊度？喺個呢個世界裏邊，但係佢跟住嗰個方向係佢手機裏邊世界。有冇諗過 being a Christian is like that？ 我哋嘅人生完全係浸淫於上帝嘅話語當中。而呢個係我哋上帝派我哋去 adventure 的地方。我擔心嘅嘢唔係我哋而家嘅基督徒諗太多地上嘅事情，我擔心嘅完全係 the opposite。我覺得我哋根本就唔知道，亦都唔思想天上嘅事情，所以我哋嘅見證係無力嘅。我哋嘅見證完全係 compromise 咗嘅。我哋以為自己好了得，以為自己好熟呢個世界，以為乜嘢？其實我哋唔忘記咗。一个更伟大的天国，这个天国必来临。要在这个时代做但以理，我们需要 immerse 我们在天国的世界里面，好像保罗那样。保罗是一个很独特的人，他其实一点都不独特，因为他就是一个基督徒。他的人的脑袋里面就是装两样东西，耶稣的第一次来临和耶稣的第二次来临。痴线。All he knows 就是基督的爱激励他，于是他一人为众人死，众人都死了，他现在活着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为他受死复活的基督徒。他在想的就是当一日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会有公义的冠冕。一个 Christian life 是一个什么 life 呢？我们有时候说 Christian life 就是 Christ-centered life， 以基督为中心的，通常我们画个圆形，中间有一点。有冇諗過 Christian life 其實可以係個 ellipse， 一個橢圓形。ellipse 同 circle 嘅分別咧，係 ellipse 有兩個 focus 嘅，一個係主耶穌基督第一次來臨，一個係第二耶穌基督第二次來臨。你將呢兩條線連上一條線，扯行佢畫一畫 ，that's the Christian life。我哋個人生所有嘢個焦點有兩樣。基督的愛激勵我們，他第一次再來，他第二次他必再回來。我不知道你人生的動力在哪裡，我不知道你追求的夢想是什麼，我不知道你的 nightmare 是什麼。聖經告訴我們，我們的夢想應該是當主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，他說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。 而我們最大的 nightmare 就是他回來的時候，他不說那句話給我聽，我沒有其他東西我們追求，只是那句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. That's all I want. 當你活在這個異象裡面，你就有能力在這個時代裡面做一個活一個超然的人生。所以我超喜歡看 superhero 電影，因為我的弟弟全部看完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想他們在這個世界裡面做一個超級英雄。想同你 share 一個最後J.K. Chesterton 嘅一句説話。Chesterton 曾經有句咁嘅説話，佢話 ：There are two basic longing in every human heart. Two basic longing in every human heart. 邊兩樣嘢 ？Security and adventure.
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两个向往，生命要有保障，跟住要超凡嘅人生，系嘛？所以我哋咪去打工咯，系嘛？唔想翻工都要翻工咯，因为我哋要生命保障啊嘛。但我哋睇戏，梗系去睇出超级英雄电影啦。点解啊？因为想有个超凡人生啊嘛，系咪先？你冇理由，如果我播一套戏系讲一个政府官员，都冇 scandal 嘅，你唔会入去睇坐两个钟头喺度睇，有乜好睇啫？好闷噶嘛！我哋要去睇超凡嘅人生，因为我哋心里面向往嗰种 adventure。武侠小说都系咁解嘅啫，但系我哋又惊，于是我哋选择 security， 净系每个礼拜两个钟去听下。J. Chesterton 最後的 punchline， 他說 Only in Christianity can both be fulfilled。 他說什麼？聖經告訴我們，你不需要為明天憂慮，聖經告訴我們，上帝已經幫你搞定了，上帝說你只需要追求祂的國、祂的義，一切都幫你搞定，你信不信呢？你很 depend 你的神有多大而已，是吧？你的神小，你不會做這件事嗎？你怕祂保不住你的命嗎？但是你的神夠大的時候，你就不需要擔心 security。 Security 不是你的 concern， 你的 concern 是 adventure。 但你需要，你需要相信聖經，你需要相信耶穌所說的每一句說話，你要相信天國是真實的， Google 不是， Apple 不是，你需要相信。這件事是非常之需要的，所以 here's your choice。 你可以選擇做 Ken Clark，你可以選擇做 Superman。 What's your choice？ 你需要一個變身的地方。在主耶穌基督的福音裏面，我們可以成為一個超然的生命。但以利書叫我們做什麼？通過一本奇書，奇人、奇事、奇幻，挑戰我們在這個時代裏面做但以利和他朋友的奇人，追求天國。 Nothing else but the kingdom of God。我们来祈祷。我们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通过一个这样的反省，去思想你圣经给我们的美好。这一切是真的，真实的，这一切是不会蜕变的真理。主啊，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看见这一切都要过去，唯有你的国永不过去。让我们不单止阅读你的圣经，更是相信你的圣经，让我们好像但以利的一般，好像保罗一般，活在真实的当中。让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可能去安静，但愿这些这样的思绪成为我们今天早上、今天下午，甚至明天、后日，甚至整个我们复活节里面的一些思想，成为我们一生的思想，叫我们越来越好像我那位亲戚一样，活在一个漫画的世界里面，帮助我们追求你的国、你的义。我们这样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